饮料变化一直来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魔术，现在你不需要特殊的设定或是特殊的粉末，你只需要我们的 CANPOSSIBLE 就能够办到所有的事情。这是一款革命式的道具，你可以在任何时刻随心所欲的变出你想要的饮料。首先呢，我这边有准备几种不同饮料的卡片，分别有水啊、乌龙茶啊、果汁、奶茶啊之类的。我等一下在洗牌过程帮我随便喊停，可以吗？行。好，这个地方你先自己记住，不要让他看到。好了，记住都把他你写的记的东西写下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会说三二一的时候呢，你们同时把那个饮料呢讲出来。三、二、一，绿茶。可乐瓶里面不一定装的会是可乐，首先你嘛，柳橙汁嘛，所以其实我早就预言到你会选择到的会是柳橙汁在里面。你喝喝看是不是一瓶柳橙汁，喝喝看是吗？还是柳橙汁。你刚刚选到的是什么？绿茶。还记得原本里面是柳橙汁对不对？仔细看。喝喝看是不是绿茶的味道？绿茶。